续同梁福建曾笑脸高洁南宫时，与二三星贵高有交国，有闻毗卢禅院欲一心者，因病其往意问卜，入阴而坐，心者见其意气，稍宁与之，曾摇啥微笑，便问有莽欲分否，心者正容许二十年太平宰相。曾大悦，气意高，执小语难与有吕必与僧舍，舍中一老僧身目高鼻，坐蒲团上言简不为礼，众议举手登榻自画，群以宰相相贺。曾心气殊高，指朋友曰：某为宰相时，推张年状作南府，家中表为参，由我家老仓头一得小千把，余月足矣，一座大小。何为门外与一清柱，曾卷赴榻间，忽见有二众士击天子手诏，诏曾太师绝国际，曾得一急趋入朝，天子迁徙，温与良久，命三井以下听其处置，即此莽欲名马，曾被俘几百已出，入家则非旧所居地，会动雕摧，雄极壮丽，自意不解，何以拒之于此，然勉然为乎，则应诺没动，何而公卿赠海物于楼足公者，迭出其门，六庆来倒喜而迎，是狼狈一语语，下此者汉剧而已，敬府愧女乐师人，皆是好女子，其有者为淼淼，为仙仙，二人留门宠顾，磕头修目，日是笙歌。一日，念为时长的一身王子郎周济我，今置身七云，却上蹉跎失路，何不一应手，早带一书，见未见意，即奉与旨，立行不用。又念郭太仆曾牙自我，即传旅给见及侍御陈昌等，说以一旨。月日，但张交旨，奋旨血旨已去，恩怨了了，颇快心意。有出家渠，罪人是出入部，及遣人夫妇经营，利弊帐下，皆殿连迁者，皆为实现卧产。自此复刻列国，无何而渺渺。先先一次除谢，朝夕遐想，忽忆那年见东家女绝美，每次购出应玉，则以绵薄为夙愿。今日幸可是指，乃使甘湖数倍，巧纳资于其家，何请腾于于志，则教习之望尽时，犹应绝也。自顾生平，余愿思足。又余年，朝事切切，似有父非之者，然各为力仗马，曾以高情盛气，不以置怀。有龙图学士包上书，其略曰：妾已曾有，原以云不无赖，是景小人，一言之和，荣名胜券，父子而诛，恩宠为急，不思捐躯莫定，以报万一，反自凶意，善作威服，可死之罪，卓反难属，朝廷名气，居为其祸，量缺肥瘠，为家重亲，因而公卿将士竟奔走于门下，孤寂隐园，眼如复犯，仰息望尘，不可算数，或有结识贤臣，不肯阿附，轻则指之闲散，重则持以边忙，甚解以避不坦，则无路马之间，片羽方干，远窜豺狼之地，朝师为之寒心，朝廷因而孤立，又解平民高于肉似蚕食，良家女子蔷薇轻妆，戾气冤分，暗无天日，奴仆一道，则守立成言，书寒一头，则思愿枉法，或有思养之儿，乖格之亲，出则乘船，风行雷动，地方之公举烧持，马上之鞭挞励志，荼毒人民，奴隶官府，护纵所邻，也越青草，而某方言言赫赫，护宠无悔，召对方成语阙下，岂非折进于军前，威仪才退于自宫，笙歌一起于后院，声色狗马，昼夜荒淫，国计民生，枉存年旅，世上宁有此宰相乎？内外害德，人情汹汹，若不及家府置之诛，势必酿成仓莽之祸，臣夙夜之惧，不敢宁处，冒死列款，仰大臣听，扶其断金令之头，及汤茂之产，上回天怒，下快于情，如果趁年虚谬，刀具顶祸，及家臣生云云。书上曾闻之，气魄损害如饮冰水，幸而皇上优容，留中不发，有计而科道九卿交张合奏，及袭之半门藏，
称家父者，亦反年相享，奉旨即家，充为南军，自任平阳太守，以产员前往提问。曾方闻旨经达，旋有武士数十人，带阵操戈，直敌内秦，耻其衣冠，与妻并戏，得见束夫运资于庭，金银钱钞以数百万，朱雀脑运数百斛，或木连榻之属，又数千室，以侄儿强女戏，闻坠庭阶，曾意义视之，算心刺目。又俄而以人怜美妾出，披发交提，玉容无主，悲火烧心，含愤不敢言。俄楼阁仓库，并以风至，力斥曾出，兼者牵龙椅而出，夫妻吞神就道，求一下次列车，少坐代步，亦不得。十里外，妻足弱，欲轻蝶，曾使以一手向他引，又十余里，几亦困惫，刷阵高山，直插霄汉，自幼不能登月，使晚期相对起，而兼者明目来窥，不容稍停住，又顾斜日已坠，无可投止，不得已曾辞别簇而行，必至山腰，七里已尽，即坐陆鱼，曾意气止，任兼者斥骂，忽闻百声齐噪，有群盗革操利刃跳梁而前，兼者大骇，一曲曾长跪言，孤身远谪，驼中无长物，哀求又免，群盗烈自宣言，我被皆被害冤名，知其得宁肥头，他无所取，曾斥怒曰，我虽戴罪，乃朝廷命官，贼贼何改耳？贼易怒，以拒斧挥真相，绝头堕得作声，回放害疑，即有二鬼来，反接其手，驱之行。行于数刻，入一都会，请之，独宫殿，殿上一丑行王者，凭几绝罪符，增前伏伏请命，王者阅卷，才数行，即震怒曰，此欺君误国之罪，为之有顶，万鬼群合，声如雷霆，即有巨鬼族之持下，见顶高七尺以来，四围赤炭，顶足尽止，曾胡素哀啼，窜及无路，归以左手抓发，右手握怀，抛至顶中，觉快然一声，遂由波而上下，皮肉焦灼，痛彻于心，肺流入口，紧碰肺腑，念欲速死，而万机不能的死。约十时，鬼方以巨插曲曾出，复伏堂下，王又检测及，怒曰，已是凌人，何受刀山雨，鬼复足曲，见一山不甚广阔，而峻血壁立，利刃纵横，乱入密损，先有数人卷长侧覆于其上，呼嚎之声，惨绝性目，鬼卒曾上，曾大哭退缩，鬼以毒锥刺脑，曾腹通起帘，鬼怒捉曾气，望空立直，觉身在云霄之上，跃然一落，仍交于胸，痛苦不可言状，有疑时身躯重坠，刀孔见阔，呼烟脱落，四肢霍躯，鬼又逐以见亡，亡命会计生平脉绝月明，王法大产，所得金钱几何，即有宁虚人之仇卧算，约321万，王曰，笔记积来，还令隐去，少间取金钱堆阶上，如丘陵，进入野府，容以烈火，鬼使数倍，更以勺灌其口，流遗则皮肤臭裂，入喉则脏腑腾沸，生食患此物之少，是食患此物之多也。半日方醒，王者令押去甘州为女。行数步，见架上铁梁，为棵数尺，宛一火轮，其大不知几百由旬，眼生五彩，光等云霄，鬼踏始登轮，方合眼月灯，则轮随足转，四绝轻坠，遍体生凉，开眸自顾，神以银儿，而有女也，是其父母，则悬唇败絮，吐噬之中，瓢胀犹存，心之未起人子，日随起而脱波，复碌碌然，常不得一饱，至白衣，封长刺骨，14岁，欲与顾秀才被应妾，衣食粗足自己，而种是汉身，日以边陲从事，辄以赤铁烙胸乳，幸而良人颇怜爱，稍自宽慰，动灵恶少年，乌于原来比语思，乃自念前身恶孽，已被鬼责，今纳地夫耳，于是大声疾呼，良人与敌夫尽弃，恶少年始窜去，居无何，秀才诉诸其事，枕上叠叠，方自诉冤苦，虎之力一声，师门大闭，有两贼持刀助，
竟觉秀才手，囊瓜异物，团服被抵，不敢复作声，继而贼去，乃喊崩敌士，敌大惊，相遇气眼，遂一切以奸伏杀良人，因以众百刺史，刺史严局，竟以酷刑定罪案，一律凌迟处死，直赴刑所，胸中冤气勒塞，居有身躯，绝酒忧食拔欲，无此黑暗也。正悲嚎间，闻有者呼曰：“宋任燕颠！”豁然而悟，见老僧由家夫坐上，童女竟相问曰：“日暮复宵，何久安睡？”曾乃惨淡而起，僧微笑了曰：“宰相之战应否？”曾亦惊异，拜而请教。僧曰：“修德信人，或恒中有庆怜也。善僧何之焉？曾盛气而来，不觉丧气而返，台阁之响，由此淡焉，入山不知所终。”一许是曰：“夫善或淫，天之常道。文作宰相而欣然于中者，必非喜其鞠躬尽瘁可之矣。事实方寸中，公事妻妾，无所不有。然而梦不为妄，相遇非真，彼也虚作，神以幻宝，黄粱将熟，此梦在所必有，当以付之邯郸之后。”